主席，香港的工業自從90年代開始漸漸式微以來，香港的經濟就靠金融、地產、寡頭帶動了。在剛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之中，我們見到傳統的四大經濟支柱在2010年的整體增值超過10000億，佔本地生產總值 58%， 僱用170萬人。但如果相比之下，在2009年由經濟機遇委員會提出的六大優勢產業，到2010年只佔本地生產總值 8.4%， 六個行業一共聘用的僱員大概只是40萬。我們還記得香港科技大學的前校長朱經武在他離任之前就留下了發人深省的一段說話，他就說香港不應該完全依靠金融業作為經濟動力的，應該學習台灣和新加坡發展高科技產業，帶領香港經濟轉型。而香港要發展科技，需要工業政策支持，將大學所做的科研成果轉化成為產品。奈何政府欠缺具體的工業政策配套，對大學的研究財政支援亦都不足夠，再加上官員對科技的研究無任何的耐性，聽說呢日日就會問究竟你有什麼成果啊，搞到不少科學院的工作人員呢都感到非常氣餒。這種做法和特區政府高層官員急功近利的心態是非常之吻合的。搞科技是要長遠承擔和投資，不是炒樓，不是炒股，日日看著放幾多賺幾多錢。關於台灣的成功經驗呢，我都看過一些相關的資料。台灣呢在1950年代是以農業為主的，今日已經轉型成為高科技產品的主要產地，其中多類的半導體、光電和通訊產品在全球佔用龐大的市場。在市場佔有率方面，台灣的集成電路的封裝和測試在2009年是佔全球首位，集成電路設計亦都排行世界第二。台灣之所以有這個成績，研究指出和政府兩大政策措施是有莫大的關係的。其一是台灣政府在1973年已經成立了由政府資助的工業技術研究院，另外在1980年開設了第一個科學工業園區，都有助推動當地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主席，他們的工研院是會從事應用研究以及提供技術支援服務，一半的經費是來自政府，另一半收取工業界的研究和服務合約費的。進行研究的時候，工研院會與中小企合作，並且將研究成果轉移給當地工業界作進一步的發展，令到新技術可以應用在商業用途之上。工研院每年向工業界批出或者授權使用約1000項的專利，並且向廠商轉移數以百計的技術項目，並且會將發展成熟的技術部門分拆出來組成私營企業。例如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就是由一個研發部門晉身國際有地位的公司。主席，香港呢的確同樣是有香港科技院公司和它管理的香港科學院，但正如朱經武校長提及，政府有沒有全面的工業政策呢？除了提供土地資助和稅務優惠等基本要求，究竟有沒有行多一步
協助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商品呢，應用在商業用途之上呢，將研究成果有效地轉移到市場方面呢，我們其實可以借鑑一下瑞士的科技和創新委員會有四方面的策略的，其中有包括第一，為企業和大學合作進行的市場主導研究和發展項目提供融資；第二，藉資助增長潛力高的公司成立和擴充業務，在促進企業活動方面作出投資；第三，促進商界與大學之間的知識和科技轉移；以及第四，參與國際研究和發展計劃，尤其是與瑞士經濟有關的計劃。有關的委員會對推動瑞士的創新科技發揮很大的作用，當中不少受惠的都是中小企業。主席，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陳蔭南最近接受訪問就有提及，他說香港絕對有能力培育第二個高坤，可惜呢，政府缺乏明確發展的目標，未能帶動業界和商界付出更多的支持。我們看最近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在推動創新和科技產業方面都只是炒冷飯，小修小補。公民黨是希望政府能夠痛定思痛，要徹底的改弦易徹，將香港這個工業政策呢，是搞出成績和願景出來。謹此陳辭。